2017年9月30号，九月的最后一天，幸福台湾微笑棚来到整个小门鲫鱼洞，看到在正前方的部分。今天的天气大概27度，风光明媚，人潮也不算多，360度，给大家看一下整个小门鲫鱼洞的地质的风景的部分，海石，然后这个是玄武岩的地质。小门鲫鱼洞，接下来我们将即将前往大埔叶玄武岩地质地貌的部分。拜拜，幸福台湾微笑澎湖，好，免俗说。